工作过，他不看见我那个样子，听到过他的声音，很多人从他手里买过东西，或者曾经把东西卖给他。那老张有生之年也曾给那些贫穷的孩子们捐过一些钱，一些书，一些衣服，种过一些树。在他父母去世的时候，也正是老张也守在他们身边。他们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，没有人看到老张的那些噩梦，没有人能见证他的地步。老张一直在那儿好面子，因此所有的人都认为他能算了。当然可以说趁着年轻特别能好，还有些铅笔橡皮那都是值得的。直到最后他没有搞清楚过他这一辈子到底得到过什么，还是丢掉的。
戴上很厚的口罩，才能勉强进入他的房间。